英雄联盟手游亚洲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KBG 安然九的吸血鬼三闪进场强开团，龙团双方刚就位，打野就先被打退，旁边一个吸血鬼闪现突脸把命催，吸血鬼隔墙开启血之潮汐，出其不意闪现贴脸敌方三人，再接大招消耗血量，被牛头击飞后快速潜入血池逼近维鲁斯，再接一套连招补充伤害将其带走，侧方牛头交闪逃命，队友紧随其后跟闪追击，酒桶肉弹冲击接闪现流人，完美配合拿下团战胜利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TT 小白的尼拉神恩激荡收割战场，正面爆发小龙团，又是一波大混战，眼看对面有个残闪现收割二连斩，正面战场双方各有损伤，眼看发条上前被瞬间大残，尼拉果断神恩激荡接闪现收下人头，顺势拉回永恩，一波帅气大闪拿下二连破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FunPlus 当128的剑姬关键格挡秀反杀，敌方支援来强压，一顿集火响月塔，大爷哥哥帮我抓，全部把你送回家。剑姬劳伦特心眼刀格挡永恩关键控制，将其眩晕在塔下逼出闪现，破空斩跟进戳个破绽，将两人全部打残，不料左翼后方夹击打了一波消耗，此时剑姬状态同样不佳，只能暂时后撤规避三人锋芒，塔下摇摆终于等来队友支援，盲僧位移拉近距离，天雷破接闪现直逼阿卡丽，将其带走，龙王紧随其后再接大闪补充控制，就你小子想越我塔，回家去吧你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KBGKG 的剑姬极限拉扯完成单杀，两人河道处相逢，一言不合就要碰，势均力敌谁获胜，这波拉扯要封神，剑姬释放大招同时武器也开启反击风暴迎战，剑姬左右摇摆拉扯距离规避关键眩晕，快速打出四个破绽，触发回血阵后武器果断闪现撤退，剑姬继续跟闪追击，完美拉扯拿下人头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KBG 悠悠的奥恩一声扬来击飞四人，队友集合压得深，敌方先来把团跟，一声扬来开天门，完美团控留四人，奥恩开启大招召唤阳神，找准角度回头就是一顶，瞬间击飞四人，阿卡丽支援而来，见蛮王为跳板迅速到场，损武标记酒桶二段跟进，再接大招留下两人，剑姬无双挑战锁定吸血鬼，一波完美开团直接拿下再胜利，打打打打打！咦，要砍我，要闪现砍我，还能撞，还能撞，还能撞！马哥，别怕，我 Q 了。没血石，没血石 ，KG。我在扛，我在扛 ，KG 快出来！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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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是的，蛮子老追着我们两个打，什么意思他？